喂，高照高照高照，我给你啦吼！今仔给你哥哥，无要去打哥哥，今仔伫厝的吼，啊来看车。真正临时吼，因为今仔公司都趁来收物件，啊来看这，先看这，摄像机来。看到，看到，摄像来，菜头粿旁边会行来。哈哈哈！哈，这个诶，真欢喜，真正是抽到这种哦。像我讲下骹这个贴纸，大家较熟悉啊吼，咧菜头粿、泡面粿专用的贴纸吼，哦，足兴奋的，其实唔知讲会抽到，因为我唔捌有迄个什么抽奖运啊吼，我这就是干那，干那会使认真读书、认真工作啦，啊，我那个抽奖运很差，啊，第一届讲啊吼，抽到这网红的。哦、我第一届是抽到一个戒指尔，啊，第二届抽到这网红的物件吼，哇，实在是真欢喜，尤其抽到我的偶像吼，安尼菜头粿先生，我这哎，念了足认真的呢，足认真，哇，哎，我们那个很难猜，哈哈哈哈，哦，准备了。哦，有看到无？啊，无看到。有看到无？有看到无？噔噔！哎，我无看到，这无，这无。好好吃，你看。噔镜头再放下来，到。哎、欸，哦，来，快下来，快下来。这个是，哎、欸、呼，好疗愈的声音哦。谢谢蔡老哥，好妙味，22万订阅，恭喜恭喜哈、哦啊！所以，感谢蔡老哥先生有办蔡抽奖活动，哦，好期待。我是也唔捌参加伊个抽奖，因为我感觉抽奖顶摆拢无法度着。即个无意啦，真的无意啦吼，就人家跟我说，这礼物，我说好，那我再留一下。结果，大叫啦，大叫啦，大叫啦，准备哦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哦，等你，灯光拿来，来，真正足精致。水它感觉吼是轻轻啊吼，蛮轻的。它不是感觉上应该是 poly 的哦，射出那个 3D 列印的、啊。其实它菜会有讲是 3D 列印，可是真的很精致哎，比想象中精致非常的多，王美手，因为他不能拍我，他照到我的脸就会。他连底部做都有那个木纹的感觉。啊，这个够杰明家波贵掉，够一包。进来来一家，等一下。哦，叫伊，哎呦，叫伊呢。那个镜头让他再下来一点。有意，我、哦、这个看 A 这个，这个我当时啊，感觉 A 吧较方便呢。有当时我出去吼，早起等的，太重呢。继续录哦，这录音吼，我呀，刚刚都没有看到这一包。刚刚那个镜头吼，我是第一次拍开箱的，较无紧张啦，拍摄。这个是放在桥的边啊，这中央迄、那个吼，有只土的，有只土的，啊，这个桥咱咧白个客厅啊，啊，咱就两边光安尼，两边光，这个是大人大叫出去才要用啊，这出去才要用，然后我们的习惯是这样穿进去，就这样顶着，然后那个中央这红色的这物件就不会乱跑了。讲到这要光桥嘛，是开始紧张安尼。
都过几工啊，搁要出门啊。虽然讲即个嘛无要去做侪工个，毋过想着嘛是紧张，毋知要去话去几工。我、哦、这哎、欸，这个蜡烛做的也是很细致呢。我前哎，这插香的吼，空拢个乌好啊，起火，会使家己去下一挂火来弄起。啊，红线、白线，这个要怎么用？我真的不知道，这个真的要请教人家了。我东，我把文桥有讲边啊倒八过，啊这武桥吼，其他物件要再来弄一下，要再来跟人家请教，怎么用会比较漂亮。我阿公来啊，今日来拜拜哦，拜拜哦，宝贝身体健康哦，我哥哥保护我们平安健康快乐，哥哥，给我一尊新尊，一尊足够最好，呜，嗨，你好，我是第二个朋友，哦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哥哥，辛苦苦的时阵来拜拜哦。嘟嘟嘟嘟嘟嘟，呜呜呜！看这个，喂，猪猪猪，呼呼呼呼呼！不必身体健康万事如意，嚯，就回去里面。好可爱哟、哦！恭喜蔡老贵200,000订阅，好，最重要，谢谢。啊，收到这一份真的。非常感谢啦，那他对我的意义也是非常的重大，他对我的意义非常重大，因为第一个我是教班的，所以受到这个神教，我当然是觉得啊，真的是老天啊，太感动了，然后也知道说自己平常太混了，给棍个白羊棒，点下去后，整天在装傻吃便当而已，然后再就是我觉得他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我最近也开始当 YouTuber。我开始剪片，然后也感谢也支持我的朋友。我知道，就是已经有很多人在支持，就是订阅数还订阅数没有起来，但是观看数其实不少哦。很多人就是传讯息啊，尤其是有些朋友前辈啊，传讯息跟我说做得不错，就还蛮开心的。其实这个都是受到蔡桃贵的影响，蔡桃贵真的是走在很前面哦，把。我们看得到的，就比较我们像学术性的东西是没有比较少人会看哦。那我们可能就是做这一方面出身的，会觉得哎，这个比较少人会看。然后宝神呢，他因为有很多的压力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做得像你那么诙谐可爱。而蔡老贵可以在这样诙谐情况之下，把事情做得非常的圆满，这是我非常佩服的。然后我另外一个，我觉得他蔡老贵很厉害的，就是他的亲切。欸、我曾经 在看过他两次，一次在大甲路上，他骑着那个虎爷车车，我跟他打招呼，就在停红绿灯的时候跟他打招呼，欸、他竟然、欸、很热心跟你打招呼。然后一次是在台中的闹区，就是在很多很多的破亿房的附近在那边闹劲，他也是非常客气，我真的是觉得他做人是非常成功的，那真的能够这样，真的。200,000订阅真的不容易，然后也是就是一个民俗文化的一个传承重要的一个推手，所以感谢你，然后也祝你早日突破百万订阅，谢谢，那我们就拜拜。最后我在搞这个东西，我觉得我应该要跟我们教班的人道歉，连在跟班在拔桥棍的时阵，我拢走去咪。我家负责耕尔，还佫食便当，连这我拢用袂好。我规规工吼，看到恁吼，我一定较百变耕的。啊，你看啦，用袂好，更笑死！